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弟弟赵拐武在湖北县城一战的全部经历过程，写的详详细细、清清楚楚。把王处长递交给上峰，请长官明断。哎，对头，对头，对头。赵国文啊，我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了，赵国武的事情已经处理过了，你就不要照顾其他人在这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再来安静！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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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
好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跑！老子刚才算出来的，你预料。老子，哎呀！胡闹！他说他是诈降，谁证明？谁能给他证明？啊，让日本鬼子给他证明。可是主任，赵国文和明恒的人在门口还等着呢。一帮人在门口胡闹，就得让我给他放人，让人给他轰出去。是。主任，关于征兵的事儿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说。门口的湘西民团。他们有多少人？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有八九十人，就是人员不太齐整，怕上门怪罪下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有总比没有强啊！管他娘的齐整不齐整的，胳膊腿能动就行了。是，我马上把赵国文叫过来。快去快去去！起来！你看人家 BT 兄弟多精神，老子能跟他俩比吗？你站起来！不在，丢人现眼嘞，不该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丢人现眼？咱是清远，是维护正义，正义的声音是要惊天地泣鬼神的，正义的声音是要响彻云霄的。响你个锤子！响！你什么态度？我就这态度，抓什么？你有没有羞耻之心？我都为你感到羞愧。抓什么？抓什么？我操了，我操了！王处长来了。王处长，赵科长，啊，跟我进去，主任要见你。哦，要得要得。大家稍后一下，我已经通知了后勤部门，给大家准备了午饭。啊，稍后一下，稍后一下。哎呀，还有饭，饭子。你们莫吵了啊！我先进去了哈。正义的力量，正义的力量。上上挂，逢凶化吉呀！走。正义必胜。主任好。赵国文，赵科长是吧？鄙人赵国文。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
我都听说了，赵科长。自打那个张学康畏罪潜逃之后呢，这湘西的大事小情啊，全都落在你身上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你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很是不错嘛。嘿嘿嘿，夸奖了。这次剿匪有功，我们使馆区呢，十分欣慰。本人还打算举荐你为湘西县县长。啊？好，哎，感谢主任栽培。客气啦，赵科长。我老弟啊，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就战区征兵的事情跟你好好沟通一下。你也知道，这前方战事紧张，部队减员甚多，急需补充兵员呀。我们这第五使馆区压力很大呀。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不上峰又来了紧急命令，要求咱们第五使馆区组织兵员供应前方。所以啊，我们使馆区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你们的湘西民团。民团？对，民团。不是，这个民团不是主任要把它解散吗？而且那帮人都是一帮乌合之众，哪里晓得打仗哦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赵科长，你也不要谦虚了吗？湘西民团把悍匪黄麻子都剿了，还打不了仗吗？不是。好了，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啊，王处长，你马上把湘西民团的花名册报上来备案，要按人头依次落实。有人胆敢抗命不去的，军法从事。是。赵科长，我们去把具体事情安排一下吧。哎，两位长官，鄙人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请求？哎，来，说说。长官坐。我赵奎文绝不是故意要挟使馆区哦。第一，我弟弟赵奎武确实是冤枉的。第二，民团那龟儿子乱乱糟糟的，我肯定是降服不了他们噻。现在他们只服信我弟弟赵鬼武，只有鬼武带队，我才可以保证他们不逃跑。万一哪个逃跑了，我个人担责是小，那耽误了战区的大事，那两位长官脸上也不好看噻。还有，我弟弟赵鬼武不止一次跟我说过，一定要重返战场，为自己证明。主任，就看在他一片拳拳报国之心上，给龟儿子一次机会。那这样吧，王处长，你去跟军法处说一下，就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是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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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，谢谢处长，谢谢处长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正义的力量。哎，孙老师，给儿你去抢红烧肉，我去抢回锅肉。辣子的地儿我们一起抢。要得。关系，你们就待在俺枪子儿。
排走！把我们也放了。这。放了老子！放了老子！等等，怪物，谢谢长官。哎呀，咋还喝了吗？这怎么个意思啊？来，走。老妹儿啊，看见了没？这下满意了吧？人家自由了，就等着咱们兄妹俩共赴黄泉路吧。他出去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，死也瞑目了。我说你这个脑子里边除了这个赵国武还有别人没？还有你哥没？你看，你这也跟着争风吃醋呢？我这心里咋没你了？啊，我这都陪你一块死了，我心里还没你啊？还有吗？你一个人就吃了一盆，还不够啊？我刚才没省着。哎呀，够了！你给我吧！别吃了，给我。哎呀呀呀！弟弟兄弟刚才确实比较辛苦，可以多吃点。哎，矿子，平常家还瓜兮兮的，关键时刻还是有两下子哈。芋头大哥，我很严肃的提醒你。你非常有必要去听听我的课。你看你夸人都不会夸，你才瓜兮兮的。你本来就瓜兮兮的才。王校长，有朋友了没的？嫂子给你介绍一个。哎，听嫂子，你偏心嘛？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单身，你咋不给我们介绍来？就是呀，给我介绍过。你们闹啥子呢？你们有孔校长有文化吗？有孔校长长得俊吗？给你们介绍婆娘，我可比登天还难。太不得，我们村娃子长得好看嘞。没嘛。田嫂子，恁的好意俺心领了，但是就不用你介绍了，俺已经有老婆了，只是还没拜堂成亲而已。我咋不知道呢？是哪个？我可能来咱湘西比较晚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的老婆就是你邻居夏姐姐。啊，是霞妹子啊！俺跟夏姐姐在重庆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好上了，俺俩在一块儿那真是郎才女貌，郎情妾意，比翼双飞，天生一对儿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就吹吧，你就。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词语比较有深度，恁都听不懂。但是俺跟夏姐姐确实是已经私定终身了，就差拜堂成亲了。要不我怎么不回山东老家来咱湘西嘞？是吧？你就吹吧，你就。还是孔校长有眼光啊！别看王驼背平时不咋个样，他那个妹妹啊。不像一个爹娘养的似的，要多好有多好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他们兄妹两个确实是两个极端。别打了！赵船长，他们把你放出来了。啥呢？这么高兴啊？冯叔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大家都要急死了。你脸上伤咋弄的？还用问呗？狗子的老头打的噻。没有。赵团长，恭喜你重获自由。
匹夫有责。恁这次终于有机会上战场斩杀倭奴，报国仇家恨，这不是值得庆贺的吗？龟儿子，要去你去，老子不去。吃多少次？我们耍得那么安逸的，去打国仗，不去？不去。现在史冠区兵一处已经有你们的发明册了，这是军令。哪个要是不去，军法处置。奶奶，啥子奶奶？要老子们去也可以，先把欠的军饷补上。老子们还要安顿家小嘞。好，军饷拿来，军饷拿来，军饷拿来。拿来噻。上峰说了，等到了兵站，武器装备连同里面的军饷都一起发了。鬼儿子骗老子们又不是一回两回了，那个行吗？就是欠那么久都没还。老子也是怕他们拖欠，怕他们不兑现。刚刚我让军法处的史管区的罗主任签发了这份批文，看到没得？白纸黑字写下来了，盖了红章了。你们看，你们看。放心了吧，不就是出川抗日吗？怕了啊？有老子带着你们不放心啊？啊？哎，走英子，你也钱？当然了，上峰已经允许鬼武戴罪离宫，啊，就是作为这个补充营的长官带你们去前线。你们听好了，老子带着你们吃鬼子的肉，喝鬼子的血，从鬼子的尸体上掏烟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，那你从团长到营长，不是降级了对吧？哎呀，管他团长还是营长哦，关键是我那个钱好久给我结了。哎呀，赵团长，你们走之前，你总该帮我把账结了噻，是吧？小芳，这样的，这马上就要出川抗日了啊，这个军装呢，是等我们到了兵站以后啊。那兵站是统一配发的，所以你这个军装就先别做了。啥子叫别住了？哎，赵团长，你那个说就没得意思了哈。我这个军装都给你做好了啊，都做好了。不是是噻，我跟你说，为了你这一百多套军装，我跟我婆娘几个晚上都没睡觉啊。这样，你现在做好多少套，我陪你。啥子叫做好好多套了？我跟你说，全都做好了。你全都做完了？不是噻，我跟你说，我跟我婆娘为了你这军装啊，那是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买布料了啊。哎，就算是没做完，但是其他料子我都裁好了，又退不脱了。你那么说话就确实没得意思了。那我现在没钱呀。是不是要那个说话哦？啥子叫没得钱哦？哎，赵团长，我跟你说清楚，你要是没得钱，我还跟你们说，你们别把嫂子们休想走，老子把天都要跟你闹翻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！我今天就把话说到这，阔气！你要不给我钱，你给我等得起？你等得起啊？你等得起？啊！哟！叫你不要自作主张，你看，找麻烦喽。这个半仙儿出了名的滚刀肉，你们欠他的钱啊，一个儿子都要他的命，赖不掉的，难得很。老子压根就没想赖他的账，大不了到了兵站，我领了军饷，还他不就完了吗？集合，列队，快点！集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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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快点！暂停，别去了，别去了啊！有你啥事啊？这，哎呀，没得你的事，出去！孔校长，你这是啥个意思？从现在开始。我就不是孔小长了。想我泱泱大国，现如今却是民不聊生，战火纷乱，天下之大，已经容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桌了。能够站在抗日前线的焦土之上，接受血与火的洗礼，是我一直的梦想。我要跟你们一起出征，到前线打鬼子去。
你小什么小？我是耶稣的，你小什么小？周校长，看你这身体啊，腰比腰碾子还要细，枪你都扛不动，上啥子前线嘛？就是，你回去拉你的笔杆子。哎呀，我身体是单薄，但是我这单薄的身体照样可以抵抗日寇的子弹。相比身体来说，我觉得我有一颗为国为民火热的心，我有崇高的理想，我有正义的灵魂，我有坚定的信仰。我坚信正义的力量一定可以打败一切，顽强不屈的精神一定是无坚不摧的。我孔立新身体里流的每一滴血液都是为了祖国流淌的。哎呦我天啊，你又开始念经了。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，赵营长你就收了我吧。哥，把他增补到名单上吧。刘武，这个就这么定。谢谢赵营长。老娘出来！我自己会走。哎，看我妹子这劲头，没事，一激灵就过去了。我不怕。带走。咋个了吗？哥，你帮我找一下罗主任，给求个情，把黄麻子兄妹放了吧。你说啥子？我想带黄麻子出川杀鬼子。你胡闹！听我说呀，哥，黄麻子枪法好，有打仗经验，上了战场一定是一名虎将，这么杀了太可惜了。我看你龟儿子是打了几年仗，把脑壳打坏了吧？黄麻子是土匪，他是吃过人的饿狼，他怎么可以跟你去前线打鬼子？把他救出来，你就引火烧身？没那么严重。哎呀，不要说了，老子一百个不答应。你咋不讲道理呢？不讲道理的是你，你脑壳进水了，白日做梦。好，那我自己找罗主任去，行了吧？你回来！你龟儿子，你翅膀长硬了是吧？处处跟老子作对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敢去，老子今天不认你这个弟弟。你爱认不认，黄麻子我带定了。再怪我！好，你不用去了，老子亲自去找罗主任。真大哥，谢谢。谢你个鬼！老子跟罗主任说，你不是假投降，你是真投降。老子咋个把你救出来，咋个把你送进去？去，去就去，去就去。现在就去。我就站这儿等你。去啊，反正我这条命死哪儿都是死，都一样。死你说这更好了，咱俩清账了。你还真以为我脑子里面是进水了？我这都是血，都是我兄弟们的血，他们在地底下看着我呢。我心里就想报仇，就想杀鬼子，谁他妈敢拦着我，我就六亲不认。我儿子翅膀真的长硬了。下来，赵国武啊，
赵国武，你说你这算不算是得寸进尺啊？嗯，还没追究你临阵脱逃呢，让你戴罪立功就已经是很破格了。怎么着？你还想替那两个土匪头子开脱？主任，黄麻子兄妹是作恶多端，但黄飞燕早就觉悟了。黄麻子呢？出去！再跟老啰嗦，把你关起来。主任，你听我说，我要是不能够说服黄麻子出山抗日，我这脑袋给你当夜壶。老子用不着你这么大夜壶。来人！主任，轰着点！主任，你听我说，黄麻子手底下还有100多号人呢，他们要都去出山抗日，你给上峰好有个交代呀！等等等。你真有把握？有。好，那老子就信你一回。你这事要是给老子办砸了，饶不了你。要是办砸了，老子剃头来见。滚！不错啊！国武，你干啥来了？老子是监斩官，得看着你们被枪毙。赵国武，你是不是人呀？前脚给你放，你后脚又给他们捧臭脚是吧？来对我们兄妹俩是吧？我看错你了。这叫知恩图报。他们为什么放我？就是因为我剿匪有功，所以拿你们开刀最合适不过了。别废话了，准备上路。老天爷啊，老天爷！老子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没忘了给你上香啊！老子哪对不住你啊？你天天拍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对付我们兄妹，你不公！黄麻子，听你这话有点寄生于何生亮的意思，啊？少他娘的废话，赶紧的，老子等着投胎呢。国武，老子这辈子上吊上你了，18年后，老子还找你。好，我等着你啊。预备。是东北人，死也得冲着东北。你个寡皮，那是西南，不是东北。哥，这确实是西南。咱们不管了，妹子，别怕啊，跟哥一块上路。上啥路啊？先杀他。老妹儿，正好，哥帮你探探路，来吧，开枪！啊！赵国武，你他娘的玩老子！老子看你也算是一世枭雄，所以放一排空枪给你当断头炮。这次来真的了，预备！妹子，咱们老黄家没有孬种，来吧，开枪！赵国武，你的娘的要耍两个，你得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，别吓老子行不行？
啥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算老子没看走眼，你身上有股子豪气。少他娘的来这套，到底想干啥？你到底是想杀我们，你还是想放我们呀？要杀你们早就杀了，老子现在在使馆区长官面前还算得宠，所以顺道跟你们求了个情，饶你们不死。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闭嘴！那我们走了。不走，等老子请你喝酒啊！老子没钱。哎，走啊！跟我。哎，往哪走？跟我走。等等。我得回去。啊？哟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照顾我。嗯，老子这一辈子没欠过别人呢。你烦不烦呐？咋的，还想给我磕俩响头啊？老子今天把胳膊给你，算是谢你，行不行？我要你胳膊有个球用啊！你要有那份心，整点有用的。你说要啥？我说你给吗？给。说话算数吗？算数。老子要你这条命，要你这命活着跟老子出川上战场打鬼子，你敢吗？出川？老子不干。老子算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一怂货，缩头乌龟，你敢上啥战场啊？行了，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。啥玩意儿？他说老子是怂货。知道老子是干啥的不？啊，老子是土匪，老子生活自由自在的，哼，让老子去干那王八犊子干的事儿，还不杀了老子呢？你死了算个球啊，比鸟毛都轻，那比跟国民政府当枪使强。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是啥样不？啊，还他娘的不如老子这土匪呢。哎，老子起码明抢，他真是暗里豪夺呀。好多，别白话了。咋着？你白活半天有用吗？说来说去还是不敢上战场，还是想当缩头乌龟、怂蛋，对吧？说啥老子也不去。你不去拉倒。我去，管我哥。不是你干的。哎，你放开我！我什么都不为了，我就为了你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谁说没关系的？你是我丈夫，我是你老婆，父唱父随没听说过呀？啊？谁？我这是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在一个地上磕我头，咱俩还在一张床上躺过，你忘了？怎么着？你现在想赖账呀？啊！别动，哥，反正我们两口子是出川抗日了，你去不去自己看着办。不是，你看，一个女人都这么有血性，你还土匪头子呢？当你的缩头乌龟去吧！啊，走。等等等等，等等。你呀，行，既然我老妹儿都答应去了，我还有啥说的呀？正好，老子抢老百姓也抢腻歪了，换换口味，抢狗日的小日本。嘿嘿嘿嘿嘿，啥时候去啊？就你一个人去也没用啊，得把你的兄弟们都带上。带他们干啥玩意儿？不带他们不行啊，你要不带他们，他们就得就地伏法，你舍得吗？这好办呀，老子一咳嗽他们就传一遍。好好，那这样我带你们去那个烧案去。哎哎哎，我咋觉得是瘪犊子玩意儿又给咱下套呢？哎呀，快点，你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，不该聪明的时候贼聪明。
咋的？就黑虎一个人愿意跟老子去是吧？都他娘的哑巴了，说话呀！你这牛皮可是跟赵国武都吹出去了，这一个人都带不走，你这脸往哪放呀？你们这帮子瘪犊子玩意儿啊，心里边怎么想的，老子全知道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回老子跟政府招安了，跟那个赵国武瘪犊子玩儿面前服软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要不老子说你们就是那个耗子眼儿啊，就眼门前这点亮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老子都已经想好了啊，湘西就这么屁大点儿的地方，也没啥油水可捞了，咱们不能光混个吃喝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们一个个的啊，都还打着光棍呢，谁不想娶个婆娘？谁不想买房置地过好日子？想不想？想不想？想。哎，那想咋办啊？那就得到前方去，到前线拿狗养养的政府的军饷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再加上咱们弟兄们的看家本领啊，抢他狗娘养的小日本。哎，我可听说了啊，这日本小鬼子那个军需用品啊，那是一车接着一车，一船挨着一船，里边啥玩意都有，金子、银子、珍珠、玛瑙，哎呦，无穷无尽的，全他娘的抢咱中国的。咱们去了啊，就他娘的跟那狗娘养的小日本黑吃黑，铜板全收。嘿嘿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到时候老子拿大秤给弟兄们分金银，出不了两年，两年全他娘的大财主。咋呀？啊，老子一提这个都精神了吧？精神了。啊，事儿是好事儿，听着也挺馋人的。但是吧，这个日本鬼子也不好惹，凶着呢，别到时候打不着狐狸，惹一身骚麻烦。是啊，三哥说得对。是啊，凶，狗娘养的小日本只能跟老百姓凶，敢跟咱们弟兄们凶吗？咱们是干啥的？咱们是凶神恶煞，凶神下凡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凶。凶神恶煞！你老三，如果你害怕，你别去，你留着。老弟兄们，咱们去啊！去！你看，大哥，哎呀，我没说不去。嗯，这去啊，大哥去哪儿，兄弟们就去哪儿。哎，大哥，嗯。要是咱们去了，是不是要归赵国武那臭小子管啊？归他管？屁话！老子告诉你们啊，到时候咱们弟兄们还是老子说了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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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找一处好房子，还给你配几个丫鬟，你想吃啥吃啥，想喝啥喝啥，到时候哥给你寄钱啊。咋了？我得跟你一块儿去啊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这上战场那可不是儿戏，到弄不好得掉脑袋的。我不怕，再说了，赵国武都同意了。啊，他同意，你找他去。吵啥？哎，你个死丫头！